一个热血青年，未来即将起航。你如果想看卖啊，毕业了后要找什么头路？我哪会无想过，我会用做老师啊！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怎么来不到一半的人啊？充满教育热忱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。这件毛衣啊，给你穿。老师，金门大国民，9月9日起，每晚8点。